导在生活当中有一个外号哈、啊，叫影帝制造机。合作过的演员当中已经出来了好多好多的影帝了，我觉得这有点夸张啊。他也没夸张，就是那个一部戏就是双男主三个啊，烈日灼心，烈日灼心是三啊三黄蛋，烈日灼心当时我差点去了，早知道去就是三黄蛋，早知道是这结果，真的。其实所谓的影帝，我觉得不夸张的说，本身就是影帝。只是我把这事儿给坐实了。